你们想听国语歌吗？真的吗？好啊，哎，把冰吉他借我吧。好，可以下去。不要这么开心嘛，你们真的是很贱的。国语啊，英文我还没考英文。没有读书，你们要听沉闷一点的，这个点比较好听，开心一点的。轻松啊！哦，我才不要理你们呢。勉为其难呢、啊。哎，好，我已经习惯这把吉他了。我来一个交叉腿。Hi, too much.他们要我自己一个人，好惊硬哦，嘿，啊，你们好啊，一个接一个，没有啦，因为，好吧，听听看，我唱我偶像的歌。你先来轻松的吗？啊，没见。好啦，我上沉闷的好不好？其实我拿手是沉闷。是谁在唱歌？这样的温柔，我看着你的眼，声音里说，点灯的路人打扰了黑夜的宁静。只是路过，只是路过。是谁在敲门我生的眼眶？我看着你的时间上停留，我说只是路过，只是路过，不要再问，不必再说。我的世界，你的生活，不要去想，不要去说，全部都拿走。世界。
所以我该去喝酒了。该怎么关呢？等下休息十分钟，接下来由南湾三姐妹的主唱来为大家带来曼妙的歌曲。我怎么又曼妙呢？谢谢。